啊，我身边也无讲真有好的朋友啊，安尼半两笑啊，就过日去啊。迄阵仔咧小跋筊的时吼，身体就一个歹去啊。我咧病院就发愿啊，讲，互我身体紧好起吼，我回所要尽量一个来求啊。对印尼过来台湾，迷失的人生，敢有法度找到方向？每礼拜一到拜五，精彩的人生故事，拢伫个草根菩提。